我现在浑身酸痛。原本跟团队定的是12点出发，但是现在已经12:57了，我还在床上装死。哇，我今天骑不动了，不想骑了，好累哦。但是不行，我现在得起来了。看一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Hello， 吃饭了？好啊。今天又迟到了。睡得可以啊。我睡得太可以了。我们今天主打一个休闲，好吧？哎呀，早上起来晒个太阳，没啥美滋滋。Hello。Hello。来做饭呢？这是我的早饭是吗？对。哎呦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！来来来来来。Hello。哎呦，这么巧！出去玩了，我就坐这吃吧。这吃。谢谢谢谢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早餐。哇，这神仙日子！你们去踩点了吗？踩好了。你今天找我们坐车去吧，好累啊！好累啊，我真是起床都费劲。坐车去骑个马得了。有点晒，老板。我们现在就是在不断的。减少吗？好累哦，一会儿再进吧。啊，一会儿再进。好嘞，先吃吗？哇，这太好吃了！在新疆太容易长胖了，好危险啊！这就是，姐姐这么一大早整这个不合适吧？是不是，这个是我们从那个街上给你买过来的。不，这也太硬了，我大早上吃这个我撑死。哎呦，姐姐您，太多了，我吃不完了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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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就这给你放。这又是啥？准备的四川的，四川的，对对对，哎呦，太感谢您了，我真的不行了，我这，谢谢您，我尽量，我努力，完蛋喽，怎么办？吃不完了，这就是杀青的快乐嘛。OK， 一点点来，我先把面包整完，四川的面。哎，行，面吃完了，面包也吃完了。哎，要不然羊排先拿走，这种都可以放路上吃的。串儿我就得。哇，这大早上，我感觉我前两天拍戏的时候，3天都吃不到这段时间一天的热量。哎，松一下裤腰带，让再吃一些。我真的吃不下了。给大家看一下，这个肉我吃完了，串儿我也吃完了，面包我也吃完了，苹果真吃不下了，面吃的差不多了。太恐怖了。岂有此理，北疆篇。上车喽，开车前往下溪。我们走起。左转进入巴士街。现在就准备离开了，其实有点舍不得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想在这里多住几天的。OK，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恰西跟前儿，然后现在我准备把车卸下来，然后找同事把车开过去。本来是准备不骑车了，因为太累了，但是今天早上实在是吃的太多了，所以我决定。还是今天稍微骑一下 ，OK， 消消食。我怕过几天的工作就没有一个好的状态了。OK， 出发了。哎，现在是6:18，很顺的一个数字啊。我现在出发恰西，我们的《岂有此理北疆篇》的最终的目的地恰西。准确来说，我现在已经在恰西这块了。
但是我还要翻山越岭，骑过这最后的小30公里，也就是我要翻过我面前的这座山，就到了我们要去的地方。所以今天的路程基本上都是上坡，不过没关系，我有早上的那惊人的一餐，我现在浑身充满了能量，哈哈，出发！啊，很美很美的，很美很美的景色。开心。恰西草原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州巩留县东南部，海拔1500米。今天的路线途经水利枢纽工程，穿过峡谷和谷地，是结合了天山与草原的独特骑行体验。上山了，该爬坡了，目前心率155，还算正常，冲！哎呦，你专门折回来的是吧？加油！好好！哎呦，不要挤过来了！不好意思，注意安全。哎，你们也是。哎呦，这一辆一辆的没完了！哎哈哈。小心啊，注意开车。哎呀，这一路啊，啊，大家都知道我来新疆了。啊，这个坡。哎，心率170了。有上坡就有下坡，太好了，不一样的路都有不一样的风景。不用不用，我有水，谢谢，拜拜。心率降下来了，哇，前面这个坡最高的时候坡度有7%了。翻过一座山，还是一座山。喂，你好。太累了吧。哎，快走吧，哥们儿，累死了。哎，平路了，好高的树，好美的路，新疆人民太热情了，我这算不算是夹道欢迎了？三步一小欢，五步一大欢，怎么每个路过的人都要拍我一下？我懂了，原来我才是风景。就是的。恰西国家森林公园游客服务中心。啊，好，进去休息一下。哎呀，要爬山了。哎呀，哎。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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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爬不动了。哎呀，爬不动了，在这里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现在，哎呀，找个地方休息一下，太累了。这个坡爬的我腰酸背痛，腿也很酸，但是我现在休息的这个地方还挺美的。这是我的小车，小风车，我的小自行车，
还有我国的大好河山，还有牛牛羊羊，还有我。这个上面还写了维护草原光荣，破坏草原违法。没错，你是打算骑到哪儿去啊？我去恰西了。哦，恰西。哦，恰西，对，恰西是吧？哦，对，恰西。哦，恰西啊。你还是很厉害的，这么陡的坡。一点点，一点点，一点点。走了，拜拜。新疆欢迎你再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休息了一会儿，爬坡就有劲儿了。哇，这个坡度也好高啊。哇，开始上山了呀，这是。怎么还在上山啊？上不完了，这山。没有多难，我可以。关键的秘诀是掌握呼吸的阀门，然后灵活切换齿比，去调整自己的踏频，这样子就可以稳步的输出你的功率，哪怕速度变慢，你也是在一个循序渐进的循环里和一个呼吸里。行，可以，没事 ，easy， 淡定。累不累？哎，哇塞，真的是。哎呀，你要喝水吗？我不喝水，谢谢。我去恰西。恰西。啊啊。我们也是。啊，行，那挺好。我等你。啊，你们等我吧，你们，那都等我一会儿。好好好，赶紧走啊，拍一张走了啊，不要在路上逗留啊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哎呦，在一次队的时候还会有人过来跟你打招呼，也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体验。加油！OK， 看到了，朋友们，我们要征服前面这座山，这座不大不小、不高不低的山。只要冲上去，我相信应该就快到目的地了。冲吧，加油！哇，这个坡看起来不是开玩笑的呀，7%的坡。摩托车是快啊，哎，加油！我有自己的路要走，爬上来了，啊！朋友们，你看，我已经爬上来了。这是我刚才一路爬上来的地方，现在我已经爬上来了。哎，怎么还有人在山腰下面喊我呀？哈哈，我现在爬上来了。哦，不行，还有一个坡，不能放松警惕，加油！哇，原来最累的时候又来了。还是被我抓到了吧。哎呀，你厉害。哎，被你抓到了。不能停下。
哇，8%的坡，怪不得这么累。OK， 现在似乎是要放一个很长的坡。Are you ready？ 大长坡。好，刹车捏紧，我们走。耶！啊，骑车就是来这种地方嘛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啊，上一个顶顶难的坡，然后下一个贼贼爽的坡。哎，哇，太爽了！哇，这个大 U 型弯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。哇，太爽了！当然也不能太得意忘形，要时刻捏着刹车，注意自己的速度。哇，太美了！哈哈，哎呦，太美了，太美了！哎，所以说朋友们，没有刚才那累死累活的上坡，我们哪能看得见这么美的风景呢？是不是？辛苦都是值得的，辛苦都是值得的。走喽！这个呢，就是吉尔格朗。下面这个河呢，就是吉尔格朗河。给大家看一下吉尔格朗桥，然后现在要去的地方呢还有10公里，就可以到恰西风景区的售票处了。哎呦，拖拉机！哎，没多远了，最后10公里，我们25分钟之内搞定。这边快到了，应该就是这里了。到喽，让我一个猛子扎下去。呼呼，啊，买票，进去。因为再往前的路就是有一些弯弯绕绕的土路和山路，接下来的路我就没办法骑车进去了，需要驱车前往。进山大概要半个小时，这些东西补充点能量，太冷了。OK， 我们先到地儿了。来新疆，必须得做的一件事儿，还是得给它做了。我们要骑马了。骑马去这个山顶，虽然太阳已经快下山了，因为今天出发时间晚了一点，但俗话说得好，来都来了。大哥，我骑哪匹啊？小白。小白？对。OK。你好，小白。OK。亮亮亮，你会不会骑？我会骑，我会骑，我骑的还可以。他牵不牵？不用牵，不用牵，我骑的还可以。骑了200多年马了。OK。来吧。那我们赶紧去山上，赶在太阳落山之前。走了，小白子。小白好像不太爱跑啊。啊？我换个马吧。他们估计给我找一匹安定的马。我。主要是养的安
没事没事没事，你给我，你给我，我去，下吧，过来，哎，这匹感觉有劲儿点是不是？撤，下，哎，果然草原还是得骑马。这就是最顶上的吗？不是，是那个方向吗？下面可以，下面可以啊。这，这，豁然开朗，只是有点可惜，太阳已经下山了，但是还是很美，可惜没有赶上日落。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说的，给大家看看金顶好吧，金顶。落日的阳光落在雪山上，我们在雪山上看到了太阳的余晖。但还是那句话，人生嘛，总是有一些遗憾的。岂有此理，北疆篇，要不就此结束吧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有一种休息够了的感觉。重生之，我是阿诗勒磊。重生之，我是阿诗勒磊。渺小的我，又征服了一片大大的湖。哇，这个大 U 型湾，而且只有我一个人。这次露营呢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也没有很孤单，也没有很害怕。虽然这段困难，虽然只有我一个人，一个人怎么还没有感觉？有种成为赛里木湖王的感觉。哇，太美了！喂，嗨。这是我们新疆的汉的烤全羊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来吧，有请到朋友分享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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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谢谢谢谢。好好的新疆文化发展。你在吓唬人才不好意思呢，你做什么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吗？没有没有，我只是说的大家可以用无形象的去吃东西。好好好好，树没错。Let's get。这个店来的有点太快了。哈喽，兄弟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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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